回乡嘛，是的，游子要回乡。那结婚的，结婚的夫妻哈、啊，这个幼子就早生贵子，游子游子，游子他孙。还有这个耳能吗？这个耳能啊，我跟你说，平时都吃不到耳能啊，等一下要讲耳能啊。这个耳能是八月的时候啊，丰收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吃到耳能。还有你的菱角也是哦，一年吃一次。其实对于我们这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、啊，我们的主席都很烦恼，因为这个耳能还有菱角都是要中秋节才会有的，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八月初三，它